IT 之家12月24日消息，据微信红包封面发布，在2022年来临之际，品牌官方区正式推出红包封面组件 2.0， 围绕节日氛围、社交传播和导流沉淀三大方面进行全面升级。跨年期间，搜一搜红包封面 2.0 有17家品牌参与首发内测。微信红包封面组件 2.0 首次支持背景图自定义，品牌主可将红包封面图按照规定比例进行裁剪作为背景图，在获得更多元素氛围的同时，也为前来领取的用户营造独一无二的品牌氛围感。除背景图外，红包封面组件 2.0 新增活动开始前5分钟倒计时，倒计时结束后将自动刷新成可领取状态，帮助用户提前蹲点，品牌可通过官方区将用户留住，增加转化机会。搜一搜红包封面组件 2.0 将主动助力用户分享。在活动开始前，红包领取后以及用户已领取后复搜进入时，均会出现分享入口，用户可通过复制搜索词抢红包封面品牌名即可快速分享给好友，好友点击品牌名即可直接跳转到对应的品牌官方区。